要往哪里走，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，现在怎么有点糊涂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，一群人喧哗着彻夜狂欢，终究还是想不到啊，袁池，你现在还竟然当了老师。连我自己也没想到。可能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。我师范毕业之后就被派回了母校，而且一干就是10年。哎，你好好混，争取当校长，到时候我们把小孩都送到你那儿给你当学生。哎，你小孩在哪儿呢？哎，我问一下，你老婆在哪儿呢？啊，在我们这里，只有陈婷有资格说这句话，对吧？哎，陈婷，你女儿几岁了？5岁啊，你不是不知道？5岁，再过10年，刚好送到你那儿，你那个时候刚好当校长。哎，是不是很好？哎，就你会算是吧？哎，我银行上班的，我当然会算啊。厉害厉害，来来来来，来吧，校长，来见校长，赶紧。来来来来来，同学们好，你们4个人都到齐了呀。义务，小蔡，你这发型还没变呢，还中分呢。哎呦，袁池，你怎么变得越来越斯文了呀？哎，他当老师了，就在我们母校。就他那样还当老师？佳佳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哎呀，我想知道你们在哪儿还不容易。哎，是不是出卖我？怎么的呀？是不欢迎我呀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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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佳佳这么晚一个人出来，你老公不担心？嗯，说得好。此时此刻呢，我还是单身的状态哈。不过呢，再过几天就不是了。哎，佳佳，你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我现在一直在纠结吧。你说婚礼的现场是布置成那种气球蓝紫色的好呢，还是粉红色的好？哎，你们觉得用什么颜色的好？蓝紫色的还是粉色的？我觉得蓝紫色吧，蓝紫色挺好看的。蓝紫色的？蓝紫色，蓝紫色好看。我怎么觉得粉色的好？我也觉得粉色好，啊，也好，也好，也好。啊，行，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凑齐了，那我们就来拍个大合照吧。老板，帮我们拍个合影。快点，把头发弄好。站起来呀！哎呀，你的发型，你的发型中分挺好看的，来，来。1、2、3。茄子，茄子，好嘞，谢谢谢谢，哇，看一下，哎，你在画什么呀？哎，画什么呢？帅的，哎呦，哎呀，你不要在上面贴那些不修图啊！哎，给我看，给我看，快快快，我要看。嗯，哟，还不错，我们再来一张吧。
要赶快吃，不然等一下来不及了。涂一点点，帮你涂果酱好不好？好。你不赶紧来吃吗？今天不用上班啊。哦。要果酱吗？嗯。喂，胖子，哦、是主管，弄杯咖啡过来。哎呦，主管，咖啡来了，放着就好。胖子，应个时分来。哎，小胖。哎，晴姐。哎，这个帮我复印一下，等一下开会要用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哦。小胖，你先别下班，这份帮我复印一下，50份，明天要用的。哪套婚纱比较好看？我觉得有蕾丝的。蕾丝？大裙摆的，大裙摆的。哎，大裙摆的好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你怎么每次都迟到？你赶紧的自罚一首去。好呀好呀，哎，那我先点歌啊。聊到哪儿？聊到哪儿了？哎，你们来多久了？你怎么来这么晚啊？无聊死了。我们那主管啊，又让我加班，我饭都还没吃呢。他忙什么了还吃？嗯，哇，这首歌，我们的歌，你怎么点这首歌？哎，我们四个人好不容易聚齐，肯定要唱这一首啊！赶紧的，麦给我，必须得唱啊，不然今天我就不开心了。哎呀，不开心那厉害啊！来唱吧。温柔的星空，应该让你感动。我在你身后。为你布置一片天空，不准你难过，替你摆平寂寞，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让你相信我的爱只敢为你勇敢，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。我觉得我唱挺好的，对，挺好的。我觉得丢死人了。谁说的？一点都不丢人。我觉得你们唱的挺好的。哎，我特别意外，毕业到现在歌词你们还记得那么清楚。当时排了整整一个星期吧，太可惜了。学校的那个毕业校庆咱们没有上去演。哎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在我的婚礼上，你们四个重新上来唱一遍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还是不要糟蹋你的婚礼吧。那我倒是觉得吧，他的婚礼可以糟蹋一下。
可是，哎，我都胖成这个样子了。对啊，我们再考虑一下吧，佳佳。啊，行，那我就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啊。不这样，不这样，就是别一天了。我，以我个人的名义，我答应你了。真的？他们三个我搞定，好不好？真的？漂亮。但是呢，佳佳，咱俩多少年不见了，但是感情不变，对吧？来，歌唱完，我嗨了。咱哥俩走了。哎，行吧，冲着你那么给面子，干了啊！干了，来。这个第一杯喝完啊，就到第二杯了。这个第二杯呢是有讲究的，什么讲究呢？你马上就要告别单身了，我祝你幸福。还喝？我刚才已经跟我姐妹喝了很多了，我要是再……哎，行吧。第二杯喝完，厉害了，到第三杯了。这个第三杯不是，别，不是我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酒精过敏，我一会儿我这两个手我就起疹子了，我就，然后我喝大了，我一个人在角落里面傻笑，没人拦得住我。哎，我替他喝。看见了吗？每次喝酒都有这样的人出现，但是不算啊。这是第三杯，好吧，重新喝。出去透透气，走开！来，走走走，走开！什么意思啊？喝多了？谁喝多了？哎，说清楚，谁喝多了？同学之间喝点酒怎么了？那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明明知道人家不能喝。怎么了？小泽，快，来，兄弟，没事。怪我，可以吗？怪我了，我冲动了，好不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我先走了，明天还有点事。那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好好玩。你说他们两个没事吧？没事的。他们两个不会从此结怨了吧？其实打一打挺好的，感觉像是回到了上学的时候。真没事儿哈？放心吧，他们俩明天肯定就和好了。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了，我驾到了。
那我就先上去了。嗯，路上小心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袁池。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。你过来。毕业典礼那天吧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信上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：当阳光穿透过你的秀发，每一秒都变成了慢动作，仿佛就像是电影里的女主角。我就知道这是你写的。哎呦，那么文绉绉的话，真的别人都说不出来。我那个时候也挺喜欢你的。啊，祝你新婚快乐。收到。那我先上去了。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还在生气啊？没事了，上学那会儿不就这样吗？累死！怎么样？啊？孩子爹，体力不行了吧？真的不行了，真老了。昨天那件事，你们想的怎么样啊？到底去不去？当然去了，我答应人家了。哎，别去了吧，我觉得上台唱歌啊，好丢脸。我也去，还什么流星花园 F4， 我算了吧。傻事是留给青春做的，我们已经不青春了，还做什么傻事啊？对吧？如果我去了，我还要带了老婆孩子，多尴尬。我觉得包个大红包，人就不去了。你昨天替人家顶酒，今天你不去了。昨天的事就别提了。哥几个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挺酷的。哎，哎，方圆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你说高中时期是你人生的高潮，对吧？之后你一直走下坡路，对吧？哎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到高中时期，你就体验一下呢？哎，我都这个样子了，回得去吗？你嘞，要不回去感受一下？来，我听你们的。2-2平了，打球决胜负。谁啊？我跟他，这不公平吧？我觉得挺公平的。哎，你们这样子耍赖啊，2-1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很差吗？我只是不会打球而已嘛。哎，你看我，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台机器好像有故障了，可以麻烦你去旁边吗？不好意思啊。蔡师傅，蔡师傅。哎。那台跑步机好像出故障了，可以。
可以麻烦你去修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马上。谢谢你啊。今天练得怎么样？今天啊，还不错。那继续加油哦。好。啤酒。要点点什么？煎饼果子，四份。四份。嗯，我还有朋友要来。哦。每份加三颗蛋。三颗蛋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很穷，没有钱。每次吃煎饼果子呢。只要兜里面的零花钱多一点，就会给自己多加一个蛋。但是，我们有个同班同学，每次吃煎饼果子，他要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说：“老板，我要加三颗蛋。”我当时心里面就恨啊！我说：“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吃煎饼果子，我也要加三颗蛋。”三颗蛋，稍等。欢迎光临。服务员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这事不是我干的。老板，来瓶啤酒。稍等。小赞啊，你承认怎么了？哎，不是我干的，我承认什么？你们在聊什么？哎，你也知道这事儿。那个，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，谢谢。陈婷给佳佳写情书，让我转交，对吧？结果情书到老师手里了，这事儿兄弟，这事不我干的，我不是你干的，谁干的呢？我怎么知道是谁？我干的。兄弟呀、啊，这么多年你都不告诉我呀、啊？哎。你是为什么呢？我也喜欢洛佳佳呀。好，那行，你这犯罪动机成立了啊。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坐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来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情书这事儿不我干的。什么情书啊？你当时上学的时候不是给佳佳写情书吗？找我转交，对吧？结果情书跑老师那儿去了，这事儿的不是我干的。啊？你提起这些事干什么？因为破案了，因为凶手找到了。啊？谁呀？我干的，我赔罪。喂，你就喝这么一点啊？当时我们排练的那么辛苦，就是因为你一个小报告一打，我都没有在毕业典礼上绽放自己的光彩。你说怎么办？我就知道你喜欢洛佳佳，啊，在我们四个里除了她，我们都喜欢佳佳，对不对？啊啊啊！我也喜欢洛佳佳的呀，那你个小鼠的。哎，来了，哇，哎，我饿了，整一个吧。给你，老板，你加了三颗蛋啊？好了，我吃不了了。原子，怎么想你加三颗蛋了？是你们那个时候说。不总说
要吃三个单的煎饼果子嘛，所以我今天就点了。我们读书那会儿做了多少傻事儿啊！说实话，我特别想回到我们读高中的时候，无所事事的。唉，虽然现在混的也不怎么样，可是我觉得就是不一样。已经都这么样了，啊，生活呢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对吧？那咱们四个，为什么不在一起做一回傻事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要忽悠我们去洛家的婚礼上唱歌，不只是唱歌，是弥补青春的遗憾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干傻事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考虑一下我，我这么胖了，我是真不敢上台。你不是说你一直想减肥吗？对吧？嗯。咱们就借这次机会，我带你减肥，我让你重回人生的高潮，好不好？哎，还有五天，我让你狂瘦五十斤。哎，怎么可能？二十斤是有可能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再做一次蠢事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好。等我吃完这个煎饼果子，我们 F 四重出江湖。来来来。来啊，兄弟们，我跟老板打好招呼了，每天的下班之后，第二天的上班之前，这全是我们的，随便练。最重要的是，兄弟们不花钱。小三混得不错。废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健身房没有我都运转不起来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运转不了，运转不了。真啊，你嘲笑我？哎，什么梗？什么梗？哎，我先试试一下这个啊。那么重，你要使劲，这儿要使劲。哎，重量搞得太重了，现在再试试。你肩要使劲，肩要使劲，使劲。嗯。小三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自己瞎练了，你怎么也得给我们做一个什么五天的计划，然后让。对呀，如果没有教练的话，这个不规范。不是，怎么没有教我在这儿呢？而且我看见过专业教练是怎么规范的，但是我也看过正规的篮球比赛，那我会打吗？对啊对啊，咱有意思了，练不练啊？我们来不就是要练吗？我们就想练的专业一点。那还怎么练啊？妈，我就教你们了，这里面是不是我最厉害啊？那你教蔡师傅。哎，那个你还没下班啊？我忘了东西，回来拿。哦。你带朋友来？哎，那个我带朋友来体验一下。体验一下？那谁负责带你吗？你啊。嗯，别听他们瞎说。那个我有一个同学结婚，然后我们想去参加婚礼，然后就是想减减肥。那他说了让我跟着他练，五天能瘦五十斤。五天五十斤不太可能，但是我带你们的话，五天还能塑塑形。你带我们啊？其他教练都下班了，我不带你们谁带你们？蔡师傅，你请我吃顿饭就好。那好啊，行啊。那你们先跑跑步，热热身子，我去换件衣服。谢谢教练。有病啊！蔡师傅脸红了呀。蔡师傅，请我吃顿饭吧。有病也叫我来。蔡师傅说话都结巴了。有什么跑步？是不是让你热身了？是不是让你热身跑步？蔡师傅，快跑步热身啦！还有半小时哦，加油！
放轻松，不要绷住，放轻松，不要绷住，再一点，往下，往下，吐气，放轻松，再下来一点，再一点，再跑，放轻松，吐气，放轻松，吐气，放轻松，吐气，放轻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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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
23。哎呀，这里很敏感。小胖，你先别着急走，你帮我把明天开会要用的资料打印出来好不好？ 法定时间，我已经下班了，你自己做吧，辛苦喽。再过几天你就要结婚了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哇，谢谢，这什么呀？这个是红 CC， 这是一种气垫粉饼，可以润色的保养品，你薄薄的上一层，就会有裸妆的感觉。 还可以光亮你的肌肤，那么神奇呀、啊！行，那我回去试一下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先去帮你挑婚纱啊。行，佳佳，嗯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小芳告诉我你在这儿的。啊，行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这是我朋友自己的公司，他们拍婚礼拍的特别好，而且还可以帮你制作成一支微电影。 15年前，我们就在一块吃煎饼果子。15年后，我们还在一块吃煎饼果子。哎呀，不过这蛋啊，胆固醇太高了，我现在都不敢吃。不敢吃？我看你都胖成这样了，别吃了。哎，不过我觉得老天爷挺公平的，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啊，长得好帅。
现在吧，把颜值都用光了。你用光了，我们没用光。哎，轻一点，但是易碎的好吗？哎，所以你们是明天去参加佳佳的婚礼吗？是的。那你们节目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哎，好呀，你们现在预演一下，我们做观众呗。对啊。我冲动了，是吧？冲动就冲动，谁怕谁呀？哎，那陆总说了，来。好。哇！耶 ！F 四。温柔的星空，应该让你感动。我在你身后，为你布置一片天空。不准你难过，替你摆平寂寞。梦想的重量，全部都交给我。牵你手，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？你有了我，再也不会迷路方向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在我肩膀，要你相信我。那个龙哥他们是做什么码头货运的，你们知道他们的公司有多大吗？他们是整个港口最厉害的公司。我管理公司只有一个原则，遵纪守法，不能做的，不该做的，违反道义的，我是一定不会做的。好久不见呀，阿龙哥。好久不见，苍蝇刑警。还有那个龙哥，他自己感觉自己好像很凶狠，其实啊，他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。那个叫硕硕，一个人经营一家店，不简单啊。阿龙不在这儿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他公司人要干掉他。等车，各位晚上好，欢迎回到深夜食堂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食物非常简单，简单到几乎不用分享，就是煎饼果子。在这儿呢，我就不专门介绍它的做法了，因为在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煎饼果子的摊位。
尤其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每一个学校的门口都有一个煎饼果子的摊位，我们会去点一个煎饼果子，加一颗蛋，然后会吃着煎饼果子去学校里面。也有些人会在那里心心念念的等着他喜欢的那个女孩。虽然长大了以后，我们更习惯煎饼果子是这么装的。我们挤在地铁里，坐在公交车里，可心里永远不会忘记最初那个自己，那个少年。所以你是花泽类。我是道明寺。不是，我是道明寺吗？好吧，我是道明武。那我是道明六。那我酸菜呗。你是酸酸菜。熙来攘往的街头，生命中在何时交错，喜怒哀乐的面容，眼神中有灵魂的沟通，来去匆匆，现实拉扯梦想和自己，这闭上眼听心的声音指引，放胆看那些离散过往，一个一个拼凑自己灵魂重要，放胆在未来旅途前方，一个一个堆砌自己爱的形状，振翅飞翔，一步一步追逐希望，一个天堂，放胆人生不越胜利场，在这生命交错广场。